们要来冲浪吃拳击。说为什么这么冷要冲浪？天色超冷，真的冷。我现在穿这样，很想要不想冲。到底有没有用呢？废话不多说，一只拳击的鸡汤，超屌，屌爆了。你帮我扶一下，好，帮你剪开整个，哇，整个倒了。那我们先把汤倒出来。所以这一份是那个菜脑枸杞鸡汤。好，我们的拳击已经下去了，来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温度已经有了。好，要下厨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喝。超冷，我觉得有差哎。其实你很冷的时候喝碗热汤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。有时候穿多只外面，里面的话你就是要喝个热汤，其实就会差很多。我要来吃肉了。哦，你要是不是？谢谢。哇，这鸡腿。喝鸡汤就是不一样，冬天就是喝鸡汤。这个肉质非常的又弹又扎实，汤很烫。你不要看它没冒烟啊，它其实很烫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家说，当你觉得冷的时候，来碗鸡汤。